他很可怕。我承认我真的蛮火爆的。你怎么样？哎，贱人。爱到就我之前没有认识那么多排卡的时候，我真的上网跟不认识人打，我而且我就在说什么三重场缺一，那我觉得我觉得冲过去。哎，他那天第一次来直接大赢，哎，又狂自摸，然后他就说你不要再摸了，小吴你真的给我滚出去，就是拍人家的背，哦，真的不行，太难了，加油，太没有参与感吧，哎，联系他。Hello， 加油，小吴，没有，我来了，我是帅。打麻将了，牌桌上的几种人，快要过年了，对不对？今天把我的好朋友们聚在一起，就连场外也有一些。是呢，我们召集来的人都是会打麻将的人，很会。跟你说，我不会。除了他之外，他不知道来干嘛的。郑重欢迎我们今天来的嘉宾，下一个土星啦。所以说我私下都跟他们打过麻将，他们的脾气是非常的火爆的，是这样，他很可怕。我承认我真的蛮火爆的。你怎么样？哎，贱人。还以为是校园甜心，原来都是假的。原来是太妹打牌，他怎么样？他输不起，不会，他在付钱，可是他的牌品为差，他就是会有点来相亲啦，脸色啦。嗯，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吗？赶快按下订阅哟！脸色啦，转两圈呢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有一次我们到最后了，然后后来我男方有三卡，然后呢，我想说哦，打一次安全，打一次男方出去。他说，哎，我倒三掉男方。现在我们就整理了一些牌桌上常会发生有趣的事情，或是让人家讨厌的事情，你就帮我点评一下，就是。可是会不会今天讲的都是他？有可能。我们来猜猜看，土星有哪几张卡？那如果讲到麻将呢，就千万不能忘记我们的麻将手游《神来也》。没错。谢谢我们的干爹赞助我们这次拍摄啦。那等一下呢，我会实际玩给大家看哦。我们现在聊这些讨厌的事情，好不好？自己愤怒起来，2021第一生气。好，还没想。第一个，我觉得非常非常常见的，赢钱就很傲娇臭屁，就是哦，抱歉啦，五千。我跟你讲，赢钱就是要闭嘴。对，我也觉得。我不敢讲话。对，连我都不敢讲话，随便笑。Okay.通常我如果赢非常多的话，我觉得退一点点。小吴也是会退的。我真的很好，我输我就直接干死钱那样子。那有时候你赢太多，你就是不能胡，你就拼自摸了，不然你再胡没意思。对，再來还有一个是输钱，然后不付钱，说没带钱。开铃也一阵子，以前有没有大学学生自己打牌的时候，那我遇过那种就朋友，然后明就没钱，然后因为以前还没有转账 app， 对，付不起。那时候学生时期我还不会打。Oh my god！ 然后现在毛起来，现在越打越大，一个三十，然后还有50-20这样子打。因为我有加入很多麻将社团。所以我不得不说，因为我真的爱打麻将，爱到就我之前没有认识那么多牌卡的时候，我真的上网跟不认识人打，而且我就在说什么三重场缺一，那我觉得冲过去至少三这样子，不知道对不对？不知道。我加你。没有牌卡，没有，他被加。我只要去帮他把我姐拖出来。就可以了。输不起，摆臭脸，然后牌品很差。我真的不得不说，因为我印象最深刻的真的是季土星啊，他是那个牌。那时候我们那一群是牌品差三姐妹，三个到五十，很可怕哦。有一次我就刚好对到那三个，哦，我真的很可怜，三讲教子，真的很可怕。哎，他那天第一次来直接大赢，哎，又狂自摸，然后被骂，你不要再摸了，小吴你真的给我滚出去。我在那边有那个炸鼓，对对对，他紧张，我傻眼，是太紧张了，就是很兴奋啊，就觉得赶快自摸了，不要自摸了。错了就是一定要，很多人规则不讲清楚就模棱两可，然后可能有些还会情侣在一起打牌，打牌。所以我觉得打牌之前就到他家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规则，对，就见花见字之类的，对，有些场子的规则不太一样，而且有些是你说碰，然后你说哦我不碰了，对，不要不要，通常就要给，对不对？下一个就刚刚说到的情侣打情章，因为我之前曾经跟一对情侣打过牌，然后他们真的就是在那互相就是说干嘛唬我啦，就是一解说干嘛唬我。我没意思啊，我怎么会没意思？会没意思。你跟讲不要牌桌子，你要你也是不要讲出来，你心里想。对，爱乱，真的很糟糕，爱乱拍人家的背，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，太难了。真的不行，我跟你说，倒水的时候要装水桶，不要碰我肩膀，不要碰我背哦。
他超迷信的，哎、欸，一个是乱拍人家的人，一个是迷信的人。我跟你讲，他是肩膀哥，谁都不会碰到他肩膀。真的，不要碰我肩膀哦。除了打牌之外，你也不能碰。不下牌桌就随便你拍，你知道吗？你们会迷信吗？基本上我还好。所以我们如果是要摸你背这样子，哎呀，小心啊！如果我真的不小心被拍到，我也不会真的生气。哦，就看到这个心还是啊，我会真的生气。有些人会很 care 那个啊，连妆的时候不能起来，化妆的时候不能起来，晕症的。可是我跟你说，每次我很常是我连妆的时候外甥就爆了。真的得去拿，因为我家就是没办法，他就会一直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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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训练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好帅，好帅！如果你是抱持着善良的心，跟这种恶毒的心就不一样。我跟你讲，越凶越旺。他很可怕。就这样，来，赶紧多骂人家贱人。我有一次也是这样，西风，我就觉得太没有参与感了吧，然后我就打得很不顺，然后我就说太没有参与感了吧，哎，连七去吗？对，连七耶，越不爽的时候越抱歉，我一点都抱歉。女生是有说什么那个来的时候又会？哎，你们有吗？哎，没有，那个来打不死我。那你下次来可以跟我说吗？就是今天来，哎呀，我等下就打牌。讲个题外话，你们遇过连庄连到最多是连到多少啊？12。有一天台风天，我印象超深刻，因为台风天我们真的打到快疯了，因为他连到12，我们已经早上了。打牌其实是有一个技术在的，你要怎么样盯下一家也很重要。就是有一种就是庄家已经连4了，那我们就麻烦他的上家。对，通常会打牌就知道说上家的责任就在那边，而且就不要碰了。对对对，就是不要玩了。可是有些人就是硬要玩，觉得会是自己胡。连好几人，然后还不如庄家。对，对，对，干嘛？太过分了，我觉得要先讲。我对开始前就说，这你要护庄家吗？哎，我要装的，我要先这样。有时候如果他气已经很旺，然后你还过别人，他会在脸上。对啊，他会继续脸，对，超可怕，就是不能该糊的就要糊了。对，就是说绝招。他们刚刚的那个气的交流。对对下一个，我跟你讲 ，Oh my god， 这个真的很糟糕。就是你要吃的，就是我自己在打，我要吃的，然后突然别人喊碰，二碰，你懂吗？这个超讨厌，我感觉超差的，这真的会有名字叫恶碰，有啊，叫恶碰，恶意的碰，恶碰，恶意的，就是我觉得有些人就真的太故意，就是他知道你要拿了，他就故意这样用，你这样还要抽起来这一张牌，对，我就有遇过。那你心情如何？我骂他。对，所以而且我已经故意这样子假装要拿牌了，然后我才要吃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哎，那我要碰，这太过分了。那我要，而且重点是他自己是他已经停牌了，可是他硬要碰我的，真的是二碰。对，所以我就说，哎，你很没水准，二碰，这样就这样讲，稍微这样。我先为大家解释一下，普欣这个情绪在这样高10倍，哎，你可以这样子，这样才是他没水准，他没水准的，哎，他会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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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说，这种东西，这种东西，这种东西啊。哎，我打完就没事。我打完就没事。Nope。当下给我发泄一下会怎样？好可怕哦！这我觉得也不行哎，就是才一开始就想很久，因为通常我是习惯跟打的快的人。我跟你讲，你有时候想很久。哎，有时候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都跟犹豫是魔鬼，真的，因为有时候你讲很久，然后就放开。而且，但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还好，就是垃圾话讲很多，帮排取很多绰号。哦，小鸟啊，小鸟鸟，你的小鸟，或是什么东风就说蟑螂什么的，二筒就是奶罩啊，各种啊这种名字，我就觉得还蛮可爱，蛮有趣。就是有时候让你快睡着的时候，台桌上有个活泼人，我觉得也还不错。没错，再下一个，这个会吗？嗯，你很会呀。穿很露，使人不穿心，有吗？可能你身边没有穿很露。我觉得男生女生打，我知道了，对哦，跟那种就是有男有女的，不是跟朋友打那种。可是通常打麻将打到就是已经很狼狈了吧？真的是狼狈到没时间了，都已经五六这样了。下一个就是哦，这应该不算是讨厌的事，只是说很尴尬，就是缺牌卡的情况是很常遇到，很讨厌，多到不行，桌子不够。我们在不同地方讲，可是我很常遇到，就是想打牌，然后就是少一个或少两个这种感觉。真的，这时候就是要打给我。除了这个之外，线上打太远见不到，就是线上打。我跟你说，我们很爱线上打，是因为我们线上打是打真的，连出去员工旅游都要打。对，我们每个，我是手机打，没错。对，那
时候我们去那个去哪里啊？嘉义，嘉义不是还有去那个台东？上飞机的前一刻，我们打到他说旅客登记，我们这边等一下三桶的。你就知道神来也对我们有多么的重要。你知道现在我每天都在玩什么？我自己说。他现在我也有，大家手机拿起来看一下好不好。现在有个新的功能是它可以显示你的地区，就像是我是嘉义市的代表，它有那个区域争霸赛。Oh my god， 我是嘉义市代表，看到没有？嘉义市的雄青，刚刚 PK 起来，啊，你是哪里的代表？我是新北。新北市的代表是不是？我是桃园区的，苗栗。苗栗代表 OK， 我们等一下就在小小的 PK 一场嘛，所以大家要知道说我们现在是有区域争霸战哦，可以看看说你在你的县市呢是第几名。像我在嘉义市的排名啊，就是第112名，有没有看到？阿卡特，你就是桃园的326名，你要加油呢，要像我一样厉害啊！你有看到我的头衔，就是我是自摸霸主，代表说我自摸的频率是很高的，所以你要小心。没有，不是自己取的吗？啊，那我们来就来全部打一次吧。碰碰胡大三猫是谁啊？好啦，女明星，女明星听到你的卡特爱摸摸。小叶，你讲一个话，你有没有在做房价？哎，我开的。再看我牌啊，欣赏他。我有点不习惯，有点不习惯。哎，但打很快，但老手。我超习惯，每天都在打。真的，我每天就是回家喝麻辣烫。你好真实。哦，欸，我觉得这局我会拿下。好心的谁啦？谁是我下家？四条，卡特，卡特，卡特。碰，抱歉了。完了啦，不想问小鹿。来，我开始了，我开始了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来来来，刚刚还在装温文儒雅，一开局全部人坐开，你知道吗？太慢了吧，怎么了？快点吧，哎，打太慢，你打太慢了。就你下家很难过。我五张都死了，六张，哎，三难呢，三个难呢。那一张全就是我的。真的假的？可能啊！我怎么都字哎？第二字哎，而且还很难过。我打错了啦，白痴啊！我打错了啦，白痴啊！哦，就不回来了。等一下，我打错，我刚才我刚打错，我就听了。可以碰你肩膀吗？不行，不行。想要准备打牌哎！完了，是真的打牌。普星都吃饱饱哎。干嘛？你还会听？哎，那头可以啊！快过来，小矿。就是大家消遣娱乐的时候，可以设定说你要打一圈，或是一降，或怎么样，可以自己设定。所以我觉得像是随时那种小休闲的时候可以打一下。神来也真的很，真的很赞呢，没错。你看女明星来直接一排拍，哇塞，满面春风哎，大家穿红色。而且过年你返乡没有朋友在身边的话，没有亲戚就可以上神来也玩一下啦。不要忘记还有区域争霸战等你来挑战哦。如果说嘉义的朋友来，快来找 PK 吧。希望你看到这番剧就多多多多呢，开铃铛哟！我们下回见喽，拜拜。